所以我们学阿弥陀佛好的都保留住我们前面走过的路，好的保留住，不好的要痛改，把它改掉。修行就是两件事知过，知过是看破了，看清楚了，放下就放下习气，就改过。首先改哪个过呢？最让父母不放心的那个习惯要改掉。我们开发自己的性德，要从孝亲尊师下手。要先让父母安心，让老师安心。所以我们现在一职的老师他最不放心我们什么，都要在这些地方痛下功夫。那唯有我们这么去做了，这个老师才会觉得孺子可教也不然给我们讲了老半天，我们还是依然故我那这个老师是不敢攀援而且这个善知识时间体力是有限的，他也不可能去攀这个缘老和尚差不多90岁左右也都跟我们提到，他要带学生呢，他说我只能带5个人，太多的时间精力顾不来，当然，假如你遇到善知识他很用心带你你可不能搞情执这个老师今天跟我讲电话讲了20分钟，下一次只讲了2分钟嘴巴翘起来了很不高兴了，那只是搞情执那什么都收获不了假如我们的领导老师在栽培我们，不能搞情执。还要更好的去护念好团队的同修，这样才不枉领导老师对我们的栽培疼爱嘛。就是我们闽南话我们从小到大常常听长辈对我们晚辈说。滴浪天我们这个闽南话都有押韵这个滴这个叫入声字意思就是值得人家疼，叫滴浪天。我们想一想，我们值不值得人家疼爱？这一点都去体会。你看，我们值不值得阿弥陀佛疼爱我们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那阿弥陀佛没有白疼自己了自己都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就怕我们这个情执起作用了，控制占有不能不止不能。配合善知识，利益众生，常常闹情绪那这个就添乱，就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学佛是把情执放下不能是情执换对象在道场里面也搞情执，这个就不妥当了。